欢迎回来 Rock 频道。那么今天有几款新发售的鞋款，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顺带把一些也是比较新的服饰一并做分享。最近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其实也有点剧烈，比较奇怪一点，可能长袖突然间又穿短袖，然后穿外套，穿搭都不知道怎么穿才好。然后最近收到衣服呢，其实也是有长有短，然后可以单穿，然后也可以叠穿，就根据生活的地区不同的气候来去做个灵活调整吧。然后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其实你也不用问我冷不冷或者热不热，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说真的。好，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不是最近发售的，是我四月初的时候收到的，但是中间因为去了趟广西，然后就没来得及拍。就这双 Cross Originals 以及道友跟 Ronnie Fight 联名的这一双叫做 Sanford 括号的这边鞋款本身呢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你感觉这个颜值怎样呢，或者说他们这次联名的设计感怎么样。我觉得还挺 Cross 的，这种招牌的生胶底全麂皮的鞋身很漂亮，很有质感。他们这整个联名的项目呢叫做 8th Street， 就是纽约第八大街啊，那也是 Ronnie Fight 他自己的品牌或者说店铺 Kiss 的一个起点。那么整个联名项目首发呢其实一共是有两个鞋款，除了我手上这个叫做 Sanford 的鞋款之外呢，另外还有个叫 Lock Hill。 那 Sanford 呢其实是源于 Clarks 品牌他们在英国的第一个仓库， Lock Hill 其实是他们的第一家工厂，就是有点追本溯源的这样一个感觉。这两个鞋款其实都有蛮多配色给你选择，并且配色我觉得都还挺漂亮很高级的，是那种淡淡的彩色，然后搭配的也很不错，很舒服，就你一看就知道是大表哥做的。手里这个全灰呢其实看起来会比较低调一点点，不过你仔细看它这个麂皮的质感在不同光线的角度下呢还是很漂亮的。它这整个鞋型呢灵感源泉其实来自上世纪的那种比较厚底的复古板鞋，走路的脚感呢还是不错，很软 Q 弹，很稳定，因为它够宽嘛，然后又带点韧性，就是日常通勤呢它包裹性包括支撑性什么都还蛮不错。但松胶底这其实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我就不去过多介绍它了。仔细看一下他们这个短绒麂皮的选择，我觉得做的还是很漂亮，包括这个冲孔细密程度，后跟呢还有这个 Clarks 沙漠旅人的小钢印很细腻啊。应该你也注意到侧面这个小吊牌其实是跟着鞋子，你知道买皮鞋都会有这种皮料的展示牌嘛，然后它这次有两个的，然后我就一只脚一边挂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当个小装饰也别浪费这吊牌的样子。那么鞋带呢就是这种原生的鞋带，有这些白条纹，看起来有点登山绳的感觉。然后鞋垫呢就还是这种 Clarks 的泡棉鞋垫，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包括里面的做工针脚什么很整齐很舒服。然后这双鞋码数的话呢，其实平时穿什么码我就拿回什么码，是正常刚刚好的。这双鞋的上脚效果我贴在画面上，因为早前呢在收到的时候我就已经拍过一次开箱以及穿搭的分享，搭配的感觉呢是我想营造一个稍微有那么点街头感的，但不是那种滑板男孩的街头感，就是更加的成熟一些，比较 casual 一点，就是没有太夸张的。裤子呢是那条破坏 Levi's， 其实也陪我有段时间了，是做过 remake。 然后上身的外套呢是一件轻时装备去年秋冬的短款夹克，它其实版型有点像牛仔夹克，不过它是纯黑的全棉布，我觉得重磅的来其实又还挺低调的。包括我搭配的小配件，比方说帽子啊，比方说挎包都纯黑色，图片上你可能不太看得出来，可能会有点融在一起，这没办法，是因为平面传达会有一些损耗流失，如果是肉眼看的其实这种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那么这大概就是这一双鞋我的一些简单的搭配思路，不管对这双鞋的设计或者说这个搭配感觉怎么样呢。那么如果你对这个联名系列感兴趣的话呢，它是已经上架了的，现在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跟他们来到 Salomon 2023年春夏这一季度的 ACS Pro， 这个配色呢也是我觉得这一季发售最好看的一个配色，它是叫做紫色或者说紫罗兰，官方好像叫紫色。那么实鞋呢就是这个样子，段觉得这颜值或者说这个设计感怎么样呢？我觉得它还是很漂亮的。紫色的鞋呢其实比较少见，那么好看的紫鞋我觉得更加是罕见一些。这颜色在我自己的印象中呢，紫色鞋款里面来讲是为数不多我觉得能排进前五好看的紫色鞋了如果你记忆里有一些特别好看的紫色鞋，欢迎你分享出来。那么作为今天春夏季发售的配色呢，紫色状鞋款现在看到影片的时候，我不确定线上店有没有发售，但线下应该是已经有了的。如果你方便去的话呢，你可以去线下店看一下。我没记错的话，23年的春夏季 ACS Pro 一共是发六个配色，第一波发售的是纯黑纯白，就是之前的配色俘获，然后第二波应该是新的单青色，就是红色鞋带的，还有一个蓝色，他们两个为一组发售了，应该现在已经有了。那么还有一组就是我手上这一个紫罗兰或者说紫色，以及另外一双
应该叫军绿色或者说灰绿色的那双鞋。我在拍摄影片的时间呢，现在还是没上架，在线上。关于 ASICS Pro 这个鞋型本身呢，我就不做太多介绍了，也算是已经发售过蛮久的一双鞋款了。我早前已经分享过很多次了，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你可以再去了解一下。主要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紫色这个颜色在 ASICS Pro 这双鞋上面的一些演绎。我觉得 Salomon 他们在调色方面的逻辑，这个设计思路还是非常棒的。首先是鞋面，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弹力网面的位置呢，都是采用最深的紫色，可能就是鞋舌顶上沿着鞋带这一块中间这个织带，然后两侧前脸的这个透气网的位置，以及后跟提环，这些都是最深紫色，像茄子一样的颜色。那么中性一点的偏灰一点，色相没那么明显的这些部分呢，比较像香芋色的感觉，就是大深这一块前面这些皮质的部分，中性一点的颜色。最浅的位置就是这个后跟，或者说整个中低缓震的这一块泡棉，这些位置呢就是非常非常浅，浅到发灰或发粉的感觉。当然你们可能在每个人不同的显示器显示效果呢会有一定的色差，包括我们大家自己对色彩的理解呢，每个人可能也会不太一样，这种感知程度会有差异，所以说还是以实物为准啊。这是我个人观感，这么多种深浅不一的紫色组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呢，才能做到一个比较统一这种顽童的色调，真的很漂亮很高级。尤其是它没有过浓的紫色，整双鞋还是比较偏灰偏淡雅一些，比较闷骚一点点。那我收到的这一批啊是泉州制造的，我不确定你买到了什么版本，大概率应该都是一样的吧。我觉得品质还是不错的，很漂亮。当然它其实在配置方面呢跟之前的鞋款差异没有很大的，都差不多唯一一个小区别就是鞋带前面的这一个竖紧收口的位置呢多了这一个胶套啊。之前的版本就是一个非常粗暴像 XT6 一样的像热熔胶一样包裹住。那 ECS 这双鞋呢本身还是挺适合夏季城市通勤，或者说除了冬季另外三季的城市通勤日常穿着的很不错，偶尔做一个户外的游玩都是很舒服的。我在刚收到的时候呢也发了一组开箱的照片，我当时发出去之后呢还挺多人喜欢的，至少我看大家对这个图片的反响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很搭配工程效应他们这一季出的这一个紫色金属尼龙的这种大的背心带，我觉得效果挺好看的。 OK， 那么说到搭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鞋我的一个简单的上身示范。虽然说它是双紫鞋感觉很骚的样子，但像我们前面说的，我觉得它整体还是偏灰色调的，不算特别浓，挺高级的。所以我搭配上面呢选择一些偏灰的单品，当然灰色程度也不一样，就来自工程效应2023年春夏的一些我觉得还不错比较有质感的几件单品，我挑了一些上身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一个就我身上这一件水洗 T 啊，版型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有这个弧形拼接的位置，从肩膀一直拼到下身下摆，左边这边呢是有一个插手带的啊，它是左右不对称的设计，你可以放一小东西。然后水洗灰的颜色有点磨毛的质感，整个远看上去呢会有一些不均匀的这种光泽，也是算蛮好看的，宽版略偏重磅的效果。那下身搭配的裤子呢是条短裤，你们在画面上看到那个裤链呢是我自己另外配上去的，原装是没有的哈。我觉得它版型还是不错的，偏直筒，然后整体也算比较宽比较肥。比较好玩是它这个口袋拉链里面呢，它其实做了个夹层口袋，你这样掏出来的时候它是单独的一个口袋，但是里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空间，袋中袋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多一个形态的变化。那么它是弹力腰围，虽然它有裤绳啊，不过我觉得它其实是装饰作用了。他们家我穿0号或者1号其实都是能穿到的，舒适性都不错。配套这一身呢其实还有件短袖衬衣，是这样子，它是 Soratex 的材质，所以它看起来效果会更加硬挺，挺阔感特别好，廓形感很棒，并且它不像传统印象中春夏季衬衣那么轻薄，它还是会偏厚重一些。最近现在这个天气穿确实是刚刚好，双头拉链在穿搭灵活性上更多调整，同时两侧这个口袋呢跟短裤一样有带中带的设计。那么这身搭配呢对于这种紫色鞋来讲我觉得还是刚刚好的，因为它紫的来还是整体偏灰，然后这身灰呢其实看起来也是有不同灰度的错落感，就是有整双鞋是不均匀的，但是又是顽童的配色，就我觉得氛围感是很搭得上了。那帽子其实是一个小亮点，是我新买的一个 GoWin 的 Stretch Run Cap。 不过这帽子我想先留一留，因为后面我会整理一个最近又入了一批帽子的合集，等全部帽子到齐之后呢再一并跟大家做分享。那这大概就是用紫色 ASICS Pro 上身的一个效果，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OK， 来到 Vans Vault 以及 Mastermind World 的一双联名了。鞋盒呢就是这个样子，抽屉式的鞋盒，很重啊，我好在这边里面一打开会有一个黑色帆布袋的印的双方 logo。 那么鞋本身呢就是这样的啦，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很有 Mastermind 的味道。不知道你感觉这个颜值设计怎么样？鞋底是很不错的，这个水晶底满印的 Mastermind， 配合上 Vans 的这个黑白棋盘格，整体效果很漂亮，都有点不舍得落地。那么整双鞋材质呢，基本都是皮质的了，侧面这边的位置是这种磨砂的短绒麂皮。然后鞋头、鞋带、后跟以及侧面的线条 logo 都是光面的。其实这双鞋本身刚开箱的时候，它的状态呢是配了白色棉质鞋带，但我个人觉得没有太适合这双鞋整体的调性，我就换了它配套的有点油蜡质感的黑色鞋带，我觉得会好看很多。这样子搭配上来之后呢，再配合上 Vans Vault 这一个高包胶的鞋型啊，有一种低调奢华的感觉，而且你一眼看上去没有办法错过的侧边包胶条，这一小排真的排队的小骷髅头，真的很好看，内外都有。那么后跟呢，就是这个最显眼的大 logo 了。
也是很招牌的刺绣了。很用心的是在这个包胶为封条的这一个 of the world 的盖章上面是立体凸起的字体。那么还有一些小细节，比方说是鞋舌顶端这个位置呢，其实它是有 Mastermind World 的 logo 的，不过因为鞋带传上去之后呢，会遮住一部分，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那么作为 Vans Vault 鞋型呢，配置肯定是不会低的，内里这一圈都是比较柔软触感的皮质，整个内衬采用的也是一些比较亲肤的棉布，穿着感受还是不错，尤其是配合上这一个巨厚的 Ultra Cush 的鞋垫，然后表面这一层还是贴了皮质。还简单说一下吧，其实1998年本田正章他创立的 Mastermind Japan 一直到2013，大概就是15年左右的时间啊，算是 Mastermind Japan 这个品牌比较辉煌的时代，也是我当时觉得哇望尘莫及，但是又确实没有办法驾驭得了的这种品牌。13年之后他宣布结业，沉寂了几年，然后是17还是18年的时候重新开始了 Mastermind World Project。 那么具体这个结业沉寂又开张过程中他经历了什么，我们也不去揣测了。我个人觉得 MMW 相比起 MMJ 来讲呢，会设计上更加平民化了一些，没有之前走那么尖端那么先锋了，但是它受众面呢就会变得更加广了。本田正章他自己也说 Mastermind World 这个品牌线呢其实就是面向全世界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就不管他后面再怎么做啊，我觉得都没有之前 MMJ 这个名号或者说树立的这种高度那么高。看回这双鞋，其实这也不是 Mastermind 品牌跟 Vans 的第一次联名了，前面联名过很多次，但是整体的设计风格或者说思路呢没有差别太大。那么这一季同时推出的除了这个 Old School 的鞋型之外呢，还有一个 Skate High 低帮 Authentic 的，就是三个鞋型那也全都是 All Black 这样设计，虽然它是有些白色点缀啦，包括包胶也是白色，但我觉得整体呢还把它当做一个顽童黑色的鞋来处理会比较好。那所以搭配的思路上呢，我也是尽量选了全身黑的搭配，在一些比较小的位置配合一些亮色调来做整体的点缀，就像鞋款本身的设计一样。打底 T 恤就这件共生的水洗 T 了，外搭的衬衣呢是 Nauticam 今年春夏一件新的衬衫，叫做中式领衬衫。其实他们这个中式领衬衫呢去年春夏也出过一件，我那件我觉得更简洁一点，这一次出的这个设计感相对会更加完善一些，两侧胸口腋下的位置多两个拉链带，斜拉链放东西会很方便，并且我觉得整个衣服也更加利落帅气一点，因为多了很多直线条设计。那当然两侧底部这个口袋就是手插袋呢还是先保留下来，就还挺适合春夏穿，或者说你坐办公室办公的时候穿，就隔绝一下冷气直吹你。一如既往整个 cutting 的感觉呢，或者说这种活动自如的剪裁感是 Nauticam 当家的招牌了。搭配的裤子是也是这一季新款，叫活页刀者长裤，这套官方名字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肥比较夸张的直筒裤，不过还好它没有整体放大，只是裤腿加宽啊，整个长度呢还是没有说踩到鞋底那么夸张。然后它前片有一个捏到很夸张的褶，可以说完全重叠的感觉。然后整个前片的顶上呢也是有一个拉链口袋，当然正常侧面的插手袋是保留着的。那它裤脚呢其实有做这个橡筋抽绳，你可以微微收一点或者说收得很紧，依照你穿的不同鞋款来去调整这个裤脚收紧的效果，整条裤子的廓形感呢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就是有点灯笼裤的感觉，我觉得很不错，就有点可调整灯笼裤的感觉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做了巨大活页褶的设计，导致这条裤子是没有办法做松紧的裤头，它只能做一个传统裤头，腰围不合适的话就最好是加一个裤带去系一下，因为弹力会影响那个捏褶的张力效果，这个面料形状发生变化。我在这几天的使用中呢也发现一个小问题，但我也跟他们说过了，这个他还要再研究一下，就是正面前片，我刚不是说因为这两个活页褶的设计需要的视觉效果，导致它没有办法做弹力腰头，那么相应的它这个位置呢其实一直会有个拉力往两边拉这个拉链，倒不是说这个拉链会不自觉的情况下往下滑，但是就是你使用过之后想把它拉起来呢会有一些麻烦，它总是会卡住，因为它这个面料是往两边用力的，就这一点点小小的不方便，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么后侧其实还有这个直插袋，口袋上呢一直都不会少的，我觉得是足够用的。裤脚的抽绳我自己是微收了一点点，余量呢我觉得稍微多了一些，所以我打了个结在这里，就是防止踩到鞋底去。那么它整个材质的触感呢就有点像是那种 Windstopper 外套的那些面料，很舒服很轻薄，但是又挺致密的，弹性很好，日常的功能性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呢，这个应该会是我最近经常穿的一条裤子了。那它上身效果就画面上这个样子，我觉得搭配这双鞋呢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它肥的来同时呢它也没有说长到拖地，看起来就不会拖沓，还挺利落的，很适合这种比较 sharp 的感觉。加上这个鞋头很漂亮的白色包胶，整体一个上身效果我觉得是弯痛来呢又挺精致，带一点点缀的感觉。那你可以看到除了主要衣服裤子都黑色之外，其实我也选用了一些小配件是亮色的，比方说挎包我选用了 Silson 的这个 Denim 的鞋挎包，就看起来有点小亮点吧，因为 Denim 这个材质呢它是有点银色金属光泽的感觉。然后头顶帽子其实是也是我新买的 And Hollywood 的一顶冷帽。 OK， 那么这就是 Vans Vault 以及 Mastermind World 的联名，就算 Old School 上身效果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我还挺喜欢这样的氛围感。 OK， 那么再过来一层呢，其实鞋款是旧款，就那双 CDG 的 XA Alpin， 那它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了衬上这件衣服，就是来自气势装备23年春夏季的一件 Bomber Jacket， 我觉得还挺帅的。它整个质感这种金属尼龙拼接，它们纱织密度比较粗比较大的这种透气棉布啊，然后它胸口口袋有个上下分割设计，你可以分别从两个入口去访问你的口袋的东西，或者说你把它完全拉开前片掀开去访问都没有问题。然后它下面有一个拉链口袋做揣手的，右胸口一个侧
茶袋是纽扣闭合，就比较低调一点。Bomber Jacket 嘛，左袖当然也会有一个拉链带了，然后它拉链是斜拉链，就做的更好拉一些。整件衣服其实我觉得就是在 Bomber Jacket 的基础上呢，改比较偏街头一点的感觉，就一如既往，它有个背带可以背着，就我觉得背起来的效果还挺好看的。那么这一季产品呢，其实有蛮多的这种不同形态变化的一些单品，包括之前我也分享过那件双拉链的帽衫，就是它拉链可以直接拉到顶，然后它是分了两段式的，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搭配的帽子呢是这个 Sounds to West 8，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它，筒帽，它是一种金属网格尼龙，很奇怪的感觉啊，下次再分享。打底的背心呢，就是那件 RA Hiking， 是我二月份的时候去成都 SKP 逛街的时候买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全线都搞五折，好像很划算的样子。其实我买到手觉得，就不是说 RA Hiking 他们东西做的不行啊。二二年秋冬季是他们第一次做服装线，服装线比较年轻，可能有蛮多不足之处的，我也能理解。我只买了这一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纯棉背心，胸口印一个他们反光的小 logo， 原价是1000多，打五折就500多块钱嘛。对，我穿身上的效果呢是 L 码的感觉，可以看一下。重点是我觉得它这个领口的螺纹做的真的是不太行了，我买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是起波浪的，穿起来是不贴合，但是买都买了就多穿几次吧，效果还是舒服是好看的。可是我觉得他们在一些小细节方面应该能做更好的，因为毕竟 RA 品牌它的定位或者说它对自己的认知应该是比较中高端的这种 Urban Core Group Core 这样的风格的品牌吧，不应该出现这么低级的做工方面不妥、我当时在 SKP 的时候他们架上还挺全的，基本上他们二二秋冬全季的产品大概80-90%都在架上，我不知道其他城市 SKP 有没有这么全啊，都是五折。那我当时也简单感受了几个外套还有别的单品，就还好吧，它这个价格确实还挺夸张。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件冲锋衣，它原价是卖一万多来着，我忘了，1万多，然后打完折还是5000多，销售很高兴跟我讲，竟然五折，还是很划算的样子。我们只有一件还是两件，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是不太推荐完全没买过 RA 任何产品的朋友就直接盲买他们家服装，再给他们多点时间吧，因为我也有持续关注他们，不停的发谍照，发他们的 lookbook 出来，设计感呢依然是可圈可点，只是说从服装制作这个流程上来讲，设计跟造工两边可能没有协调的很完善，还是需要一些磨合期。他们设计上或者说他们整个 taste 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整个对于颜色以及风格把控还是很好的，上身效果大概就这个样子。虽然感觉它好像是普通的咖啡色或者说褐色的宽肩背心，但是它其实还蛮耐看的，比较基础的打底层，你在城市穿也可以，在户外穿也没有问题。除了说我搭配轻食装备这一身的 lookbook 做打底之外呢，我也单独穿了这一件衣服，就补拍一下我之前去广西拍 Gramsci 和 Salomon 联名的那双 Texonic， 他们当时做活动的时候给我发的那条裤子，包括这双鞋的一个正经的上脚照，因为当时顾着赶活动玩一些项目，还没有来及跟大家好好介绍过当时的一些、穿搭或者说上脚。其实这双鞋呢给我穿去溪水里面已经看着已经有点残了给我穿的，但是还是很好穿很舒服的一双鞋，这也是我最近很经常穿的一双鞋了，它又轻又透气。那如果你想要详细了解一下关于这双鞋的一些性能啊、上脚体验以及是否适合城市上通勤呢，在这期影片我除了玩得很开心之外，后面也有对这双鞋的一些详解，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因为蛮多人问的，所以我在这里就补拍一下正经这双鞋上脚以及搭配这条裤子。那么这一身示范呢，色调上就挺统一的，都是这种偏大地色系褐色的感觉。裤子是他们发给我这条 Gramsci 的工装裤，这裤子型号是 G2FMP001， 我觉得是挺好看挺厚实的一条工装裤，好像没有太特别的地方，但它就是挺好穿的。整个上身效果呢就没有传统真正的工装裤那么肥那么夸张，它比较直筒一点点。那么依然还是 Gramsci 他们家这个招牌单手的 webbing 腰带，活动自如的180度裆底，正常工装裤都会有几个口袋，后面这一个魔术贴开盖侧面插手以及大腿这个超大的口袋。不过它这个盖子呢可能是因为兼顾攀岩运动的关系啊，它这边只做了一边开合，另一边呢是锁死，但我觉得还挺百搭的。然后裤脚的位置呢有一个小小细细的抽绳可以把它收紧，但日常的话放出来也不会影响你穿着，因为它很细很小，甩出来也无所谓。膝盖前面的位置做了 double knee 双层的这个设计，有一整片的补墙，这样看你可能不是很看得出来啊，耐用性呢还是很有保证的。哦对，我穿这条裤子的码数是亚洲 M 美国 S， 关键他们家裤子码数还挺奇怪的，相同码数的裤子另一条我穿就特别小，裤长什么的其实也都合适，都能穿，腰围都是合适的，因为它这个无极调节范围还挺大的，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如果你没条件试的话就买大一码。这个补拍环节你想打分也可以啊， 我其实就是一个展示，当然你要是当一个日常出门造型也没有问题。我后面来到最后一个鞋，这双鞋其实没有来及拍上身的画面，因为时间稍微有点赶啊。为什么有点赶？这跟它主题比较相关，是来自 Saucony Originals 的这一双 Shadow 6000，鞋盒就是一个普通鞋盒。然后鞋子本身呢是这个样子，很漂亮吧，这颜色很高级，浅浅的酒红带一点淡淡的粉色，这种肉色的感觉很漂亮，你应该联想不到它的主题吧。如果你之前有了解过 Saucony， 或者说你有在我频道看过一些 Saucony 的影片的话，你应该知道最近几年他们都挺爱做这个环保主题相关的一些鞋款。那我收到最早的一双呢是这双 Jesscore FG 棉麻鞋身，再生纤维的这个鞋带，植物染的内衬，天然橡胶的外底，
整个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organic 的感觉，还有这个羊毛呢的鞋垫，哇，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很好看，上脚效果也很不错，很舒服。那过后一双呢，是一双菠萝纤维做的鞋，也是 Shadow 6000、啊、是用了软木塞鞋垫，然后菠萝纤维整体是偏绿色效果，挺好看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又玩了一些别的材质，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来及拍的关系啊。这一个系列呢叫蘑菇系列，顾名思义，他们整体就是用个蘑菇或者说菌菇类的纤维去替代了原来这些皮质的部分。就这么看上去呢，如果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它跟蘑菇会有什么关系。当然鞋底什么的这些泡棉啊外底的材质是普通款一样的啦。鞋舌这个位置呢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红顶蘑菇的芝麻，有点像马里奥里面那一个蘑菇啊。反过来里面是一些说明的文字，整个内衬也是很舒服很光洁的这种材质。你可以看到蘑菇纤维这些部分呢，它其实肉眼看你不觉得它像是一些菌菇，它比较像是杜邦纸的感觉，触感也很像是那种很厚实压得很结实的这种感觉。后跟这边有一个小刺绣，整体就比较低调很干净。那么这个蘑菇项目其实一共是三个鞋款，除了我手上这个 Shadow 6000之外呢，另外还有双 Shadow 5000以及一双 3D Grid Hurricane。 那双鞋我手里没有啊，就只给你看这双，因为他们这一次的这种 promotion 我觉得还挺有心的。因为我收到的是这个桃红色的或者说叫酒红色的这个配色呢，他们给我寄了一个菌菇包，就真的是要在家培养这个蘑菇出来。然后这个蘑菇品种呢是叫做桃红平菇，颜色跟这双鞋的颜色就很像了，比较配得上。因为两个东西是分开寄的，然后我是先收到那个蘑菇培养包，赶紧先把它养起来了，因为它只能持续个几天，它生长其实很快的。我当时收到觉得挺奇怪，谁会给我寄这个东西？我没有很想在家里养蘑菇，我怕它蔓延的到处都是。不过后面就也还好，没有那么夸张。我拿了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托盘把它装进去，大概每隔几个小时拍一张看看，就它的变化会怎么样。它也就三四天的样子吧，蘑菇很快出来了，我可以贴一小段岩石在这里感受一下。先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的话，你稍微跳过一点，因为前面的那些阶段呢，它比较小一点点，看起来有点不太舒服。当然后面长出来之后，我觉得它很漂亮。量很自然的力量还是很壮观的。吃晚餐喽。好了。当，不错，好诶。它长得差不多大呢，我就先想着赶紧把它弄下来，先处理掉。我不想让它继续再大了，它已经开始飘，它那些包子，整个托盘里都是它蔓延出来的菌丝，我有点担心了。所以就是鞋还没来及开箱或者出去拍，但是我要先把这蘑菇给处理掉。味道还不错。那么总之就是这样一个蛮有趣有意思的这样的过程了。关于这双鞋的码数，它跟我之前的Shadow 6000都是一样的码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双鞋前面就特别挤我的脚，感觉是变尖了，那么就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其他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它也蛮好搭配的，很高级的红色，没有特别艳俗啊，挺适合日常穿的，话题性比较强的一款鞋。就如果不讲它的故事，你可能不会觉得它有这么独特，很好玩。也借由这双鞋呢，我也确实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在家种蘑菇的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那么如果你也想试试看自己在家里种蘑菇呢，其实挺简单的。我收到这一个培养包呢，是来自鼻涕虫花园，这没有广告，我是收到之后才知道的。其实你准备一个纸皮箱就行，也不用多大的空间。它自己因为也是本身就需要一个避光潮湿的环境去培养，很简单，定期喷喷水就行了。然后他们都会有教程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很喜欢这个品种的话呢，其实他们家还有别的品种给你选，就是一个自己动手增添一些生活的小乐趣吧。OK， 那么大概就是这一期影片所有内容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那么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呢，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一下订阅了。那我们下次见吧。